啊，可以随机耶。啊，他听好了没？你名字改好了没？你没有名字啊？啊，好了，你以后要叫啊，要叫我，好吧？好呀，叫我格里格里巴芬儿。要勇敢，古力姆咖喱拌饭啊！你的队友的名字怎么那么奇怪？最困难的环节要让咖喱拌饭及时出门。一心想着咖喱拌饭，他打小就认识了那个男孩。该为什么？哦，我觉得这个好像不错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毕竟他总什么咖喱拌饭，你在哪？不要吃。变的路线是不是？我先打远的好了。不是啊，旁边那个选路，你为什么不先打死他？就剩两滴血了。给他起打，他岂不在旁边吗？等一下，他在那会打到我们两个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明白风险。哇！我会闪避，我会闪避。啊！我的护甲没了。看，你这是疯狗哎、欸！疯起来连自己队友都打的那种哎、欸！真的，哇塞！那我的话可能要离他起远一点。真的、欸，新兵了，新兵要招募他吗？要吗？可以啦，来一个平底锅哎、欸，好啦。看你拿一只平底锅的份上，你可以进来。好啦，平底锅战士就是你了。神器，不需要更多巫师，我觉得巫师太多，我会死得更快。战士。啊？你不见了？我怎么不见了？我天性如此，懂吧？我的本能。哦，我找到了宝藏。灰色的巨人，是你的还是我的？啊，当然是我的、啊！我、哦、刺进了天路宝石凹槽缝隙当中，将他的匕首刺得更深，哦、裂开。你要华丽变化。完了！哇，你的眼睛，我的左眼被宝石刺入了。亲爱的，那刀口。苦力姆从此开始视野将有所不同，还敢撬那个宝石啊？还敢乱敲啊？你苦力姆，你真好看！怎么是？咖喱拌饭，你怎么突然开始发情了？那是你讲的吧？哎、欸，那是你讲的啊？讲的、啊，星座讲的吗？啊，怎么伏击到一半你开始发情？我要给他取名字，要给他取名叫什么？老咖，我们有老咖了，太棒了啊！我们多了一个老咖当肉盾，体型最胖，没错。好了好了，在胖咖，我们有胖咖加入我们了，我们可以移动胖咖哎、欸，我可以对、啊，我们可以移动他哎、欸，啊，走到最前面去死啦！哎、欸，当然啦、啊。他动他，他都不动，他都不动自己，大家都送胖咖去送死哎、欸！大家都不动自己，方便多了。咖喱拌饭和胖咖成为了对手，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干嘛？你跟胖咖是不是有什么心结？啊，争风吃醋是吧？是不是为了我争风吃醋？还挺可爱的。你也挺可爱的，不要搞哎、欸！咖喱拌饭，你也蛮可爱的。你确定要让胖咖在前面吗？他会死哎、欸！你们对胖咖好残酷哦！真的、欸，胖咖称号是哈密哈之盾哎、欸！守护。没有人可以突破我的这个盾牌，你根本就是把它当做人肉盾牌。胖咖，我们厚葬你的。当初你加入我们这支冒险团，就该想到会有今天了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直接阿拉花瓜、欸，要吗？什么阿拉花瓜？阿拉花瓜？什么东西？炸起来！哦，赢了。我要等等 boss 就好了，胖咖活下来嘞，太神奇了！咖喱拌饭，不，咖喱拌饭，真的就是触手 play 了吗？太快了吧！别慌，咖喱拌饭，哇，你被他钻进耳朵了哎！我被他寄生了，为什么我们都被寄生了？一根触手探进了咖喱拌饭的耳穴之中，住手！
我再说一遍，住手！哦，我有什么好疑症啊？苦力姆则紧紧拥着他的心上人，轻轻安抚着他，等他恢复神智。哦，你已经有一点点怪怪的了，要先 check。哇，咖喱拌饭你负25魅力耶！为什么？我变独行侠了，变独行侠嘞！在和平年代中，哇，咖喱拌饭你的印记逐渐增长，盖住了咖喱拌饭的脸庞。难怪我会减魅力，我魅力有多少啊？继续发展苦力姆的变形，负零加五格挡。哇，我有宝石右腿耶！刚刚的魅力只有25哎。那我的魅力，我魅力有55哎、欸，我本来也55啊，我被扣了25。嘎嘎魅力25哎、欸，我靠，不愧是又胖又老的胖嘎。这个在 TRPG 里面是很丑的、欸，你知道吗？胖嘎好丑，看到快掉色的那种。怎么了？发现什么好看吗？总有人要在阴暗处干些勾当。不如我们。不如我们什么？你们两个要一起去是不是？一起去啊！对不起，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啊！啊，一起去啊！一起去啊！走走走！哦哦，所以然后看要不要再带上你们啊。好啦，你们就一起来啊！啊，最多三个人，那胖嘎怎么办？那胖嘎一个人被我们放生了、欸。没事，老咖可以探索的，我相信他可以在那边好好的滴滴的。奇异的裸露颜值吸引了哈密哈的注意，我就是你寻找了那么久的森林梦想，你只需要说出我的名字，狼神，你的狼神，你可以抛弃人性，得到狼性的祝福，变形啊，你可以变形吗？变形。必须直接变狼人，哈密哈，你怕？哈密哈，你怎么有一个狗头？不是，我以为可能会长个兽耳之类，或是多点毛。这个还原度有点高，加六退休年龄，哇！我们队伍里面除了胖咖之外，全部都是不正常的、欸。对，一个水晶脸，一个狼头，还一个假面。清风要拔刀了吗？当然是拔，清风拔剑啦！哇，复仇神剑！哇，他好像有点厉害耶，这一把。还是要给胖嘎？胖嘎，胖嘎是肉盾，不需要啦，不需要。肉盾，结果一把剑都没拿到。剑加入了，直接拿一把金枪。又卖命，又卖血。那我他妈还在拿老旧剑，没有啦，给清风啦。我们不是定位好清风就是攻击手吗？对，清风就是输出手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老嘎就继续卖，老嘎就继续卖，他最会卖了。老嘎卖血卖命哎、欸，胖嘎在我这冒险堂工作到38岁，依然还是拿初始装备。哦，巴里爸爸跟苦力姆的儿子到了冒险的年纪。啊，我们不是都是男的吗？然后我自己胖嘎将在章节结束退休。嗯，胖嘎将在章节结束。哇靠，没了！那50岁了啊，胖嘎50岁啦！哇塞，哇塞，那我嘞，我46岁了。这谁？这谁？这是胖嘎吗？老了，胖嘎，他好老哦。完了，要老了。胖嘎将在本章结束退休，那不要给胖嘎了，不要给他。胖嘎扛起来。哦，胖嘎好强哦！哇，好燥！哇，胖嘎好燥！还有额外血量。OK OK、欸。哎，不行哎、欸，我们是要让胖嘎退休，不是让他阵亡哎、欸。直接这样子。对对，
汉刚的名言就是：只要这段冒险结束，我就要退休喽。他居然有立 flag， 你还让他往前走，你真的很狠哎、欸！没事，我相信我们可以打赢这一切的。我们可以让安全退休的。哇、哦，胖哥有点厉害、欸，他好强哦！退休之力，真的、欸，退休之力，他内心都想着谁都不能让我死，在我退休之前。真的。怎么了？哇！欸、怎么了？他也爱绕跑。他该不会要找另外一颗宝石弄在他自己眼睛上吧？闪闪发光的东西，那是什么？哇哇！苦力棒伸手摸向那个光点，跟他爸一样。各造几种、啊？哦哦哦哦哦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啊，他是被上身了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干，被我儿子被附身了！完了，就跟你讲，有些东西不要乱弄哦。啊，那传承自老爸的贪心啊，我能怎么办？啊，左上角那只浣熊嘞，他请你打到吗？我打得到啊，可是那只大只怎么办？你让胖哥去那边开守护，来叫胖哥守护你，就。看来这就是胖嘎的最后一战了。最后一，我竟然是被背刺。哦哦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哦，哇，我不行哎、欸。苦力饭，苦力饭要死了。哇，胖嘎去了。胖嘎在痛苦中咆哮。胖嘎只能隔日再战了，没办法。胖哥在这一战中闹得了残疾，他退休了，他退休了，没事啊，他快退休了。老嘎的退休生活就是抱着他的大残腿，默默在家里。哇，奥斯崔兹，崔兹准备决一死战，决一死战，是妈呀！哇，他血都有点深了。等一下，哎，奥斯崔兹死了。哦，哈密哈远程支援好猛哦 ！OK， 我远程支援一波。哇、哦，好猛哦，哈密哈，结束了，拯救了世界，拯救了世界的余烬，赢了，赢了，胜利！哦，我们总计保卫了133年的安宁年数，休息啦。